撒贝宁与老婆的趣事。武汉人习惯把自己称为老子，老子打死你啊！听会了。突然有一天跟我生气的时候，打死老子，打死老子！因为英语他不是倒装吗？他习惯把那个换位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。在他们的文化当中，就是小孩叫他摔就摔一下，爬到地上在那舔地就舔一会儿。小孩爬到地上抓着我的拖鞋在那啃。怎么回事？我就是说，这又不是穿到外面的鞋，这是家里的拖鞋。我还特地教我爸，我就教他说干杯 cheers， 我爸终于学会了。见到他之后端起酒杯拿英文说 cheers， 我爱人说倒满呗。